二白老师啊，就在前面。今天我们去那个榆次啊，榆次，然后去看那个草莓音乐节。然后呢，我是两天都是坐大巴去，从那个太原。现在呢，就去找一下大巴。OK 了啊，这些都是。这个会场就在这个里面。这里面太长了，跟个旅游一样。终于进来了，家人们。来这边看一下周边。刚准备看的时候，另一个舞台人都排满了，我就没逛成，直接过去了。前面去看一下这个唱片签售，看还有没有。不过那边的已经开始了。今天签200，明天签5条人。大巴的手环可以拿去在饮品站换杯饮料。我们为了站在一侧舞台的前排，只好舍弃另一侧舞台。仰望着宁静的夜空，哦哦哦，一直在相处的星球，嘴角的勾勒着温柔。站在前面的代价就是失去另一些快乐，就不去看旅行团了。妹妹你在哪里？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，不要欺骗自己，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。妹妹你在哪里？你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，请你不要哭泣，我们都只剩下一堆有青春变质成的回忆。这边能签售，听一下达达。现在是达达吗？快冲快冲快冲，下一个海龟海龟海龟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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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不是太远啊。长龙三星海龟先生，现在还能这样发出芬芳气息，这不是一个意义。
感觉哎痛痒进不去了，看能到哪儿看到哪儿。靠，现在所有人都到了感觉。有些玩的方式你们懂的，然后就通过哎此结束，明天继续。